局，我们来看一下柴犬能听得懂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口音吗？平时我们喂饭都是用英文做口令。OK。今天我们要来试试看，换成其他语言和方言，他们能不能听得懂？本次观察的语言有普通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和英文。好了，吃吧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是呀，快吃饭，可以吃饭了。可以吃饭啦，吃饭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广东话。吃饭，开饭，吃得啦，吃饭啦，你哋可以吃饭啦。接下来要试试上海话。好了，吃饭呀。好了，拿回吃饭了。哎呦，吃过才是舌头是。好了，吃。吃饭。我们再来试一下英文。Eat. You can eat now.Go ahead and eat. Okay. 所以就是差不多口吻的，可不可以差不多口吻的？感觉是音频接地。对啊。Chaco, sit. Chaco, sit. Good girl. 等一下，欧卡吃饭啊。我等欧卡吃完哈，吃完一起喝水。好乖 ，Chaco。哦、好乖啊，嗯，你跟欧卡两个来试试上海果啊，哈哈哈，嘿嘿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喝水的口令好了。嗯，欧卡。所以网上流传。狗狗其实听不懂语言，它们只是听得懂一种口气。我们刚成功的也是，那个好的上海话跟那个 OK 嘛。嗯。我们再试一次用喝水吧。好，那先来普通话。咦，有个人，就偷喝了。喝水，开口，喝水。哎，成功了。欧卡最近很有自己的想法。Go, 小哥，去玩 ，Go。水都滴下来了。Go, 小哥。